2021年1月，北京市内参加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带着中共免费发放的可穿载数字钱包在逛街，无论是乘坐地铁、在商场购物或者在麦当劳店内面吃快餐，他们都不必于纠结于信用卡或者货币的兑换，而是直接支付中国货币数字人民币 ECNY。这个是中共即将在冬奥会推出的应用场景，亦都是部分美国国会议员推动禁止的目标。而大纪元记者的深入调查揭示出，数字人民币正在悄悄地入侵美国和世界。布莱克本等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次于7月19日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禁止美国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获取或者使用 ECNY，因为中共会借助 ECNY 实施监控。12月9日，布莱克本在霍士新闻上撰文说，美国不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助纣为虐。同时，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亦都透过金融时报向世界发出警告，中共借助冬奥会推广数字人民币，或者会成为监视用户和对全球货币交易实施控制的工具。部分原因是数字人民币在中共大外宣中的低调，国际社会似乎未能够充分意识到 ECNY 借助冬奥会发起的。针对美元的挑战，中共央行多次表示，北京冬奥会场景将是数字人民币试点的重点领域，亦都是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的重要一步。根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说，早在2021年2月，央行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和北京冬奥组委协同推进数字人民币冬奥会试点。央行营业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刘玉玲曾经在2021年9月28日表示，数字人民币冬奥会试点应用已经在交通出行、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七项领域中落地35.5万个冬奥场景。2021年12月13日，中共央行党委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掌握好2022年的工作任务，其中包括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根据中共官方宣传，数字人民币按照国际惯例亦都叫做 ECNY 或者是 Digital Yen， 是中共央行正在试点的推广、暂时未正式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面对数字人民币咄咄逼人的扩张，包括即将在最重要的国际体育盛会上抛头露面，美国尚未做出任何官方的正面回应。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第一个将央行数字货币推进至距离面世仅最后一步的国家。